抓心挠肝的。等一下来看，别急，这把打剑机要先上线。哎，我就感觉有点眩晕的感觉，但是我一下用力伸懒腰之后，那个血液一下流起来，我又感觉好像不是很眩晕。你要不以后中间休息的时候稍微站一站动一动。全军出击！我决定再看一把，看，一辈子用你的霸天吧，就用就用。这真的是干嘛？啊？他就出了小丑的盒，好坏哟、哦！居然欺负萨克！你胡说是太假的！都将被火中。3912060是什么东西？三九幺二六零是啥？天血糖应该不会，昨天吃完饭的，正常吃的。那不叫霸天，那叫危险流浪者。做影子吗？神经！我听说过你，他叫 TP， 嚯嚯嚯嚯，夸张！决斗！嚯嚯嚯嚯！为什么是嚯嚯嚯嚯？这个魔怎么打游戏带音效的？不行的呢！嚯嚯嚯嚯，夸张！主包剑魔打凯南被晕昏了怎么办？剑魔打凯南本来就是这样的，不然你以为怎样？你在期待什么？你下次可以试试带这个冰川。吼吼吼吼吼！这 Q 这样放的，夸张哦！夸张哦！这么痛吗？战斗吧，与我相会死地。他们将称我为弑神者。他不是看到蜘蛛在那里，我吓到这两个人，就等着被抓死，几乎是走下去抓死。看到，但是就是不走，也温温就是叛逆。还有人在等蜘蛛，主播有理解 W 配合冰川可以拉回来，我发现。是的。你还挺聪
这么稳得住吗？曾经我求死不得，如今我自死不屑。要不走吧，我感觉很不错。上路的野怪刷了，我该走了。关蜘蛛要来了，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哪些英雄可以抢线？这东西不好说呀。你这样讲起来太范围太广了，讲不了。下次吧，下次如果有聊天环节的话，可以讲。迈向复仇，用鲜血淹没世界。上次聊天环节是什么时候？他不在对局中，其实就可以聊啊，没有那么苛刻。这样抓的，恶心！被耀光的蜘蛛，还不走？哎呦他！走到哪都有人杀。欢欢，我还不睡觉。今天不是很困，今天算睡得多了一天，然后现在在吃夜宵。这剑击好稳，是稳，一点机会都不给。欢欢，你在敷面膜，我前面也敷，好巧。太追我呀！
还好，被误了一点，飞过去有个永恩在等。嗯，两边都有人。但还好我没赏金。嗯。脚本吗？什么？这大师。嗯。嗯。我以为 A 到，我都旁边都以为 A 到。嗯、但还行，剑姬亏了蛮多的。蜘蛛在打那里。六只草船。小袋子。那么狂啊你！有人？也不是。那人为什么要？送了个大的。四把 EU 上把 EU 到底谁在 MA 吗？这把我们好像还真的是 EU， 比较中下游的感觉。出了巫妖之祸，你是不可能走的，别骗自己。看你的剑魔，我从黑铁翼打到白银四了，还是56的性能，还可以，提升蛮大的，还有提升空间。一个楼大段，丝滑，主要是等级压的多，压经济还是操作这些没什么用。我们下路死了，但是111的不得。嗯，他们基本功很。嗯，是，直接88刀，快75了。也没办法，一直给刷这种都上不了线啊，嗯、在蜘蛛蜴去，他们俩不敢上去了，蜘蛛爆发太高了，你奶妈保不到了。这种我就不能下去帮，或者有传送才能。像这种队友就值得你投资。
对，卡了一下。萨克的无奈。狗头人确实也好用。我的心中存有黑暗，比任何黑影。看一下，下一阶我们来个粉圈，倒没有人做重伤，好不尊重我呀！好不尊重我这个发育的建模呀！太不尊重了。我决定出装上给对面一个颜色球球，给他点他点厉害。嗯，我瞥了一眼弹幕，发现没什么弹幕，然后立刻又把眼神挪了。有弹幕，但是很尴尬。哎，你就不能发点模能互动一点的东西吗？不能。一个个的。发点关于局势的呀，主播打白银局有啥技巧吗？你看这个就好多了。真的是。打白银局，把自己先打好就可以上分。快来抓我呀！能不能抓我呀？他正面少两个没打过。我其实也没死。我才450，也还可以，可以接受。看他后来再找我的，来嘛 ，QW 一下，我就知道你要 QW。玄老师，说实话，这些小贱鸡在想什么，我就真的是门儿清。哎呦喂！哇操，你的技能真的是有够歪的，夸张哦！吼吼吼吼！地道！哇哇！哇！雪老师们还没休息啊？2:51还不睡是吧？今天还来？爽看！天天挡，挡我有用吗？你挡我？操！我这一刀没 A 出来，我打断我自己了。可惜，被蜘蛛给 K 了，有点小疼，1670。我感觉好像还是出新防御。我操！这伤害这么夸张。H 还杀完了，对，我那一下还是暴击，我给收回去了。这不一定 H 还杀完，我 H 还升个15 ，QE 有能把一人弄死了，应该有。打大的，可以开个这个刀子。我才洗漱完，在干嘛去呢？最后一发不错，最后一发给四五力量里面打死的蜘蛛，那没有。
法不死是什么意思啊？这蜘蛛就一失血，你们不交伤害在干嘛？我在想，你们杀了我把后面的人杀了。他们也是这么想的。欢迎古道好爽。我将让这些凡人变得和我一样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应该有人在往这里支援。嗯，好吧，好的，挺快的。让我再上一遍。还是逮不到我。这兵好多，没人去。啊，来送你。归降你们这些凡人！我决定出行冲干净你的脊梁。我决定冲了。临时升职就很强。都不去下了，好奇怪呀、啊！完全看不懂分身。分身清兵都不会，就知道杀人，所以笨，给蜘蛛人叠钱。这个游戏玩久了，你会发现小丑在对面的时候一直超神，在我方就一直死。那也不能光说这一个英雄啊，那昨天他还碰到德莱文呢，德莱文在对面就超神，在我们这边就超神。你不会被一中秒了。我真感觉这泽拉斯有点像脚本。我九头蛇那一瞬间，他直接闪现了。绿都闪了，好快了！我真感觉这泽拉斯有点像脚本。有两波
蜘蛛也没死，有一波是蜘蛛也没死，一点点血。你以为队友会跟伤害，没死。那一波其实泽拉斯也没死，但是两个方向。这游戏我都不在乎这样，我玩白金可以乱 C 打白银，那是真实的啊。买了个罩子，那不好意思，罩子。我让他闭嘴都来。你们那边现在还流行不能上桌吃饭吗？不知道，十分钟。怎么对女生恶意这么大的？机会杀他，你就要打大的，我们再拖。主人回来找我了。怪怪的，这一跟泽拉斯玩的都有点怪怪的，这技能有点准的夸张。然后你打他的时候，他那个反应有点那个。我不得不说，泽拉斯 W 缩影针。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刚注意到，刚才我看手机了，有一个弹幕，但是没有。比较头大点，看见他们看见我看见奶妈好沉默。
哦，他们也在发是吧？让你尝一下暴击剑。我操，一刀一个。这是脚本吗？这脚本没办法，拆基地，哎，也来不及，让你投。如果拆了基地再投降，可以爆炸两次。拿下兄弟们大礼包，被控住都能 RY 吗？有点紧张。